俺们在这陪着你呢，这牙都命苦，得想想办法，不能让他就这么死在黑屋里啊！毒已经进入骨髓了，还能有什么办法？哭有什么用啊？老胡，这神经毒素要是找不到解毒药，小杰可就没救了。 不能让我们最重要的战友牺牲，眼下我们是凯旋大会的时候，只要咱们还有一口气在，谁也不能放弃。说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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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说
Ja, so.
慢走。小姐。叶子林。小姐。慢走。醒醒。醒醒。醒醒。
天，小天，小天，小天，老天爷，到底啥时候才是个头？咱还能不能出去？不能出去，给个痛快的，别整这些妖魔鬼怪在那吓唬人。燕子，你别慌。是啊，这食神一般都在地底下，不会攻击人，除非有什么东西招惹了他们。你什么意思？那也说不好，不过总觉得有点不太对劲儿。这是地狱的入口，要想活命就闭嘴。这丫头还有救吗？只要我还有命，她就必须活。胖子，快点找药。婆婆说过，这匣子里的宝贝，金山银山都不换。就这么个破玩意儿，看家古玩市场上一抓一大把。全不想找死。那匣子虽小，可是我看他是庙小妖风大，尸显王八多，死在密道中的日本人想逃，他们为什么要逃？啰嗦！行，这里莫名其妙死了那么多人，会不会因为跟他们打开这个匣子有关？咱们到现在还没死，会不会是因为咱们还没开那匣子？打从进这个研究所，咱们不知道死了多少回了，也不差这一回。匣子搁这儿，开不开？你开了办。老胡，这匣子随便。找药。
老胡啊，你说这解毒药是针剂、药水还是药片啊？我也不知道，都有可能吧。他跟没说一样。这都是外国字儿，你看不懂啊。胖子，你仔细看，日文有些字跟汉字差不多，咱们分头找。你那边，我这边。好。你那边有没有？好像没有。你那边呢？我这边也没有。我听说匣子里面放着的东西吃了就可以起死回生。是乔山告诉你的吧？不用你管。哎，傻丫头，那东西根本就不能治病救人。那它是用来干什么的？那是用来招魂的，打开它就能让死去的人复活。不可能。乔山那贼汉呀，满嘴瞎话。他早年间下身受过伤，不能生养，你认贼做亲，还蒙在鼓里头啊。那为啥他把我养这么大？49年大雪封山，他把最后一口干粮给了我，自己下山找吃的。我中了黄皮子的邪，他那么大年纪却打人凶，不是亲生的，他为啥救我呀？那还不都是他看中了你的命数。命数？万里挑一的命数。他养活你就是为了有朝一日让你打开这个铜匣匣。那是在元代，大仙被女巫发现了归眠之地，此地四面环山，有水有粮，适宜生存。大鲜卑女巫就在此地发展了自己的势力。朝廷害怕他们势力太强了而失去控制，就对其进行了围剿。最后，大鲜卑女巫以失败告终。在最后生死时刻，女巫告诉族人拿上匣子离开，千万不要让整个族人断了香火。等有一天找到他的传承人，丙戌年辛丑月辛丑日子时出生的女娃，利用黄大仙的身灵附体，在归眠之地打开匣子，就可以把他们死去族人的灵魂找回来，人就能复活，重建他们的势力。女巫死后，族人分散到了各地，有一部分人变成了土匪，起名尼尔会。后来尼尔会的后人一直没有放弃找女巫的传承人，
直到日本人来了以后，听到了这个传说，也想找到招魂的方法。他们想召回死去士兵的魂魄，以增加自己的兵力，从而占领全中国。没想到日本人很快就找到了鬼面之地，还在那盖了一个研究所，同时也找到了尼尔会的人，说可以帮助他们复兴势力。利用尼尔会的人找到了瞎子，日本人拿到匣子后却反悔，并杀死了杨二蛋的兄弟。杨二蛋为了报复日本人，在没有传承人的情况下打开了匣子，和日本人同归于尽了。后来没有想到的是，杨二蛋的媳妇在丙午年辛丑月辛丑日子时生了一个女娃，乔山得到了这个消息，就把这个女娃带走养了起来，为的是有朝一日让这个女娃打开匣子，帮助她召回万千阴兵，冲阵尼尔会。闺女，你是不是那个时候生的？别说了，不可能，我不相信。长生天在上，我要是撒半句谎，横竖都不得好死。这么大只蜥蜴，你往下看，这不是蜥蜴，是染骨。老胡，这可比咱们在炉子里见那只大多了。哎，你说这泡锦鳞染的药酒会不会是解毒药？世界上说一物克一物，没听过自己克自己的。染骨解不了染毒，这是常事。压不住的毒了，胖子，咱俩算是把命交在这儿了。你还记得当年哥们单挑冻死小混蛋，差点没让鸭把我弄死。那时候所有人都围着看，就你一个人冲过来给哥们一句话，要死哥们陪你一块死，然后二话不说拿着板砖往前冲。从那一刻起，哥们我认你。其实当时我就后悔了，也不知道是哪儿来的那股的劲。老胡，跟了你这么多年了，值。不过你说你啊，这人也挺操蛋的。哥们儿托你办这点事儿，你到现在也没给我办成。
小弟儿，你无论如何得给我救。现在还你，是什么？手工，大手工，来拿着。你怎么知道这玩意儿能解毒啊？不试看怎么知道？我小时候被毒蝎子咬过，胳膊肿得跟水桶似的，后来送来医院，差点要截肢。看见吗？来，来，可以，来，赶紧拿去。就吃这大米糊吃好了。来，胖子，到了。那，你看这里，这叫奇红香。我听爷爷说过，只要摆上一罐头奇红香，在屋子里，蛇蚁蚊虫都不敢靠近。魔镜校尉，还懂这个？阴阳风水，寻药因病，从根上都相通的。但愿你能靠谱一回。